轻重之分，什么支撑要不陌生，静静看着凌晨黄昏，你的睡意失去平衡，慢慢下沉。我练个鸡吧，练鸡吧了。你是怎么看，怎么感觉我恋爱的？怎么练呢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别人在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别人在吐槽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。确实，如果一般跟很喜欢人发信息都会笑，但是这个是只是单纯事件好笑，被说笑了，操，这他妈的也太无语了。主要是被人说了，也不是吧，有的时候笑是因为有事情搞笑，不要有这种错觉，你知道吧。之前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别人发信息在笑是恋爱，然后就因为之前看到别人在发，就正好看到别人在给我发信息啊，然后看到别人在笑，然后我就以为他喜欢我，操，他妈的根本就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只是那个话题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太悲惨了。谢谢，谢谢智者不入爱河的树叶，太惨了、想想就觉得有点可悲呢。太搞笑了，想到之前的那个错觉，人生十大错觉，他喜欢你，太好笑了，可悲。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，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磨片，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。
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？谢谢智者不入爱河的树叶，哎，好 ID 啊，好 ID。谢谢西风的摩天轮 ，Hello 西风，你怎么又掏出一个不一样的摩天轮啊？谢谢西风的冰雪摩天轮。穿的比较随意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张小风魔让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。嗯，我最近每天都在啊，再好过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Hello 林调 ，Hello 姐姐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啊？我看到你们在了。Hello 微风，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是的，看到你们在了。我要开始上课了，兄弟们，我要开始上声乐课了。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习，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拉，感觉前段时间稍微进步了点之后就没什么动静，有没有觉得？也不是说别的，就没有进步。所以我决定要上课，我今天去上了一节试课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要求，什么很牛逼的老师，是个老师就行，都够了。如果早点了解，那成熟的你活成了一天，遇上成熟的我。把这种傻逼封一下吧。但是身上才会感觉好累，还好吧？我希望我累一点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搅扰。
借钥匙自行车的卡。我是不是一直在玩手机很不好？要不我用那个上班玩手机，我用电脑了。你们上班也玩手机吗？那边再跟别人说个事儿。你的热情我在宇宙中之前微博有个人还问，怎么都是工作日看他微博的，是不是有人职业去刷微博？我前男友肯定不会跟我聊天，我一般前男友都不在我的那个微信里面，都删掉了。什么太绝情删掉，我都是被删的，操，说你妈呢。哎，搞得磨磨唧唧干嘛呢，真是。我觉得删掉挺好的，留着干嘛，留着牵扯。最讨厌这样，烦死了。最不喜欢被就磨磨唧唧拉拉扯扯。我是非常不喜欢。我是非常不喜欢磨磨唧唧的人。咋了？什么啊？没有，就是这样。亲亲手机内存，哇，你好好机智哦。不是，我不喜欢那样，就是如果我跟别人拉拉扯扯，有些人很喜欢那种拉扯感觉啊，可能他会觉得他是他自己在拉扯别人，但是我跟别人拉拉扯扯，我一定就是我不管多么自信啊，觉得自己是占优势的那一方，最后都是我劣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永远的劣势。崭新的鲜肉在远处招手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祝福。你鲜吗？为啥没蓝光？可能人比较少，就不会有蓝光。哦，我现在码率开低了。对，卑微喵喵，这个是天生的，我觉得，所以感觉没有好果汁吃，
多玩上单练习拉扯，牛逼。谢谢，哎，这喵真是太好了的飞机，谢谢哥哥飞机，宝宝。谢谢哥哥的飞机。海报看拍肚皮，可以。减肥啊，一起减肥啊！我最近也在减肥。新平板，用平板看的。还是不够大，怎么没有动力？可以，还是没有那个就是什么事情让你接受不了。像我是昨天发了我的以前的照片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脸也太胖了。对这个还只能接受，是看你看你自己，主要是我还是想编得更好看一点，感觉现在还是太普通。就是很瘦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瘦的时候，嗯，可能上镜也不是很瘦的时候，可能没有那么好看，也不是，就是会有一种气质，会感觉气质会更好。失恋一场，对，失恋会暴瘦。也不一定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啊。100斤我是接受不了，我现在是95，太胖了。其实我以前都到92我就会减肥，我这次到92都没，我以前到92、93我就受不了了。100斤真的看不了，别人100斤可能还好，我100斤的脸是看不了，但我身上其实还好。我现在，我觉得我身材问题不是很大。Hello， 晴天。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嘛，我自己不喜欢肉感，我觉得男孩子稍微肉一点都还好，女生的话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别人肉感一点也还行，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瘦的女生，我觉得女孩子还是瘦一点会比较有少女感嘛，就会有一种就是很轻薄的感觉，就是很薄的感觉，我就喜欢女生看起来很薄，然后就感觉有一种娇弱感，我喜欢这样。
名单，你直接报名字得了。确实，只有甄姬可以胖。雷神老婆，想出 cos 成本好高啊！现在觉得。林黛玉身体不好，来黛玉身体好不好 ？Q Q， 是的，亚米就很肉很好看，那是跟她长相有关系，她是小骨架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小骨架，就是我虽然不，就是如果我胖一点的话，我会看起来比较，反正不是她那种味儿，要那种小骨架，肉肉的就好看。就很小很小，就肩膀很窄嘛，我肩膀挺宽的，所以我适合走那种比较瘦的路线，就比较纤细修长的那种路线。看人的，看人的，小骨架才好，我骨架大。出迦南胡桃还行，你认识一个病娇，快把我折磨死了。病娇，生活现实生活中的病娇吗？只要不胖脸，哪里都可以胖。我就是胖脸啊！你别骂我了。生活中病娇是什么概念啊？我感觉生活中很少有这种人。你也是胖脸，确实发现了。你脸确实挺圆的，我也是胖就胖脸，太胖了，我要把这一块瘦下去，然后这块瘦了我就可以直播正脸，这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胖啊，我这一块也会胖，就显得我这块会胖，显得我苹果肌好大，我打了腮红压下去一点。因为胖我发现额头是不会胖的，就会显得脸很大，但瘦的话就是这种感觉，就很瘦，然后胖的话就是这种感觉，倭瓜，就是上面窄窄的，然后下面，因为胖不会胖头，不会胖头顶，我这一块窄，我发现了，能揪起肉就去跑步，可以，我也决定了，下播了我要去跑步，我要夜跑，我要瘦。十月一定瘦成瓜子脸，你是最近怎么了？谈恋爱了，怎么拼命瘦？牛仔布后面不是，不是，正常。我今天出门了穿的这个，不然我肯定穿的骚一点。没有，感觉太胖了。快在融化，起跑的上身让我害怕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最后那是我衣服都好看。可以的，在一起。骚的看不了眼睛，不行。你最近咋了？是谁？哎，我跟算了，不直播说了，可以私聊说。我感觉我最近都是在一起早晚会破碎。越表现卑微失落，越被深刻的折磨。
唱歌。看不到什么，看不到。好没劲啊！直播真的太无聊了。睫毛炎。那你有没有去医院看看？是听别人说，哦，说你怎么了，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，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，你们怎么了，你低着头护着我，连抱怨都没有，电话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，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，怕打扰想自由的我，都这个时候你还在着，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，说好不哭让我走。写真啊，应该下个月吧。今天好看吗？谢谢，谢谢今天的满卡，谢谢540幸福圈，谢谢熊孩子幸福圈。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，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，怕打扰想自由的我，都这个时候你还在这，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，说好不哭让我走。哎，540的羽毛，谢大包子肉包子幸福圈。一生什么都没有，却还为我的梦加油，心疼过了多久，还在找理由等我。多营业多拍照，感觉不怎么，就是想多拍拍照多，但是又很烦，感觉这拍照又老被人骂。好久没有拍照，以前明明很爱拍照。看你打什么，我是马来西亚的扎波，谢谢肉包子的幸福圈。
听到可乐的按摩，好像我们按摩。我还觉得朱主爱跟我长得还是有一点点像的，每次看他的图都觉得会有一点点像我，不知道哪里像，就是会有一点，可能整一整就变成他那样了，真的很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截个图啊，再看，哎，怎么截啊？等一下，怎么把这图片发出去？别再说安妞安妞哈塞哟，我来自 JB 靠近，就是没有那么像，但是整体感还是挺像的，就五官比例很像嘛，他鼻翼也有一点点宽，然后笑起来也是这个样子。哦，真的挺，等一下。神似啊，我觉得挺像的，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像？是不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吧？就比例，现在还有这个眼距啊，眼距，然后还有这个面部的那个凹凸感和比例，是吧？还挺像的，虽然我没他那么好看吧。就挺像的，我以前，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长得有点像。嗯，好早以前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好早，他出《好想你》的时候，忘了，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他这个人跟我长得好像。已经挺像的了，就是各种比例，你去看看别人，就是很少，就是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比例。然后可能我开了点美颜嘛，哦，我眼妆画的比较夸张，如果不画的比较淡的话，我的眼距也是比较近的，他眼距也很近啊，就这眼距这儿，然后因为我眼妆画的比较夸张，画到这儿了，如果不画的话去掉这些 也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他鼻翼也偏宽的，对啊，也就是眼睛形状也很像，反正就是很像。是之前的时候，我看那个第一次看那个《好想你》的 MV， 我觉得我靠，这个人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？我就觉得很离谱，当时真的是这种感觉。对，四叶草，今天眼妆好看，是的。哎，化妆风格不一样，他们那种是上镜的妆，这种就很网红妆。化妆很网红，感觉一般现在人化妆都这样，我以前化妆就这样，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大家化妆还不这样，就这几年啊，就是那个抖音上面啊，什么平行四边形那个眼妆就卧蚕画的很大，然后下面会画着，我感觉我几年前化妆就这样，然后现在抖音开始也流行这样，就偏二次元一点，以前大家都不能接受这样，都画的比较干净嘛。我靠，什么声音这么大？看 cos 叔叔还没有必要了，这没有必要了，好尴尬。一个时代一个潮，是的，是的。等一下，嗯。对，长得确实挺像我。确实挺像的，走在时尚前沿，鼻子也有一点，我觉得就整个感觉都很像，脸型也有一点，就是很感觉蛮像的。那这只是其中一张图，你要看动的。안녕하세요，你怎么这么刚呢？就是整体也算像了，因为鼻子，那你还要像到什么程度啊？因为
题也是偏宽。那个只是其中一张图嘛，你可以看多看几张。我脸哪小啊，不小。别再说安哟安哟还塞哟，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。别再说堪萨哈密达什么，我是马来西亚的 Jumbo。 我明白 Kimchi Kimchi 好吃哟，但我比较爱 King 的 Krobo。 我感觉没有唱台上，不熟这个。哎呀呀，哎呀呀呀，时间把腿。时间把腿跑到哪里，只记得你爱我就行。长天有长地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洗衣烧饭孩子变妈咪，你还没带我去。泛黄的清醒，说什么老夫老妻，你爱过的那些美女我还是不想听。哎呀呀呀，时间把腿跑到哪里，只记得你爱我就行。老公公你是老公公，老婆婆我是老婆婆，我们要漫步走走，走到牙全都掉落。老公公你是老公公，老婆婆我是老太婆，我们要不眠不休，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。我们要漫步走走，走到牙全都掉落。老公公你是老公公，老婆婆我是老太婆，我们要不眠不休，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。爱我就请你一直在我心中。窗天有窗底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谢谢麦麦卡。洗衣烧饭孩子变妈咪，你还没带我去。繁华的星星，电脑花屏了，还是显卡有问题？我还想今天打游戏呢，这怎么玩啊？只记得你爱我就行，窗天有窗底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洗衣烧饭孩子变妈咪，你还没带我去。反悔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
洗衣烧饭，孩子们妈咪，你还没带我去饭。